嗨，你好，欢迎你睇呢个 VCD。喺呢个 VCD 里面咧，有啲好听嘅歌啦，同埋仲会解答一个同你好有关系嘅问题，就系主耶稣基督系咪真系独一全能嘅真神咧？同埋系咪真系有天堂同埋地狱嘅咧？有啲人可能话我唔信耶稣嘅，耶稣同咩关系咧？但系谂下，如果真系耶稣系真神嘅话，咁样即系话。所有的人无论信不信耶稣都会有一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所有的罪都要供出来，所有真心悔改信靠耶稣并且遵从耶稣的人就会在天堂永远同你一起享受神的喜乐和爱。在我祈祷的时候，我每一次都很清晰感受到神的喜乐进入我心里面，也都感受祂的爱，将来在天堂呢，我们会经历到现在的喜乐和爱的亿万倍。但相反地，所有没有真心信靠耶稣或者信了耶稣而没有遵从他的人呢，就会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永远接受罪的惩罚，永远在孤单忧愁痛苦里面，并且永远被魔鬼折磨。我们很难想象怎样是永远受惩罚，永远出不回来。你想想，在地狱里面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都只是开始，个分别是很大的。所以我很关心你们，很想你能够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希望你看这个 VCD 的时候，你会用心去分析去了解，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独一的真神的呢？其实我自己以前呢，我都是不信有个真神的。我是读科学的，我觉得信耶稣只是哄人的。但后来当我听到证据之后呢，我就说哇，原来真有这么多证据证明有神，我就用心研究，发觉那些证据是很肯定的，我就全心全意信靠耶稣并且遵从他，并且呢将自己献上做牧师去祝福人。希望你都会用心看这个 VCD， 让耶稣去祝福你。